对，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来说，每一次比赛都是这种会全力以赴吧。当然综合性运动会的比赛感觉跟这种单项比赛还是有一些区别。你可能会住在村里，然后会跟各种各样的项目大家在一起，所以还是非常特别吧。对，是，对，嗯。